12月1日，关于延长中俄相互通报发射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的协定有效期的议定书正式生效。根据议定书规定，中俄导弹发射通报协定顺利延期10年。议定书的生效体现了中俄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也表明两国致力于共同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的坚定决心，将为维护国际军控体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做出重要贡献。